虽然一般来说不应该开那个。Holy fuck, man！ 哦。哦，我的，我靠！他刚刚就在我们后面呢。啊，等一下，我们掉下去耳机，那刚刚出现 Jimmy 的样子又是什么意思？那占卜镜。看到的是谁啊？我们刚刚已经找了，我想想看，102也有了，101也拿了，好，这两边的房间103还没有进去吧？哇靠！哇，103有个暗的啦，103怎么暗成这样啊？前方太过黑暗了，哇，103超暗的。在水沟旁边啊，爽啦！叫你来跟我炫耀。哎、欸，好，这边是101嘛，对不对？好，好，101、103的话，目前房间暂时没有办法看。好，我们先进去其他房吧。106 ，OK。好，现在很紧张，其实。搜索106号哦，不是，这是储藏室的钥匙。储藏室是楼下那个储藏室吗？这边有一个什么幼稚又暴力的图，这是自残是不是？一下用手，一下用眼睛，一下砍头的，还有斩首也有，打爆脑浆也有，把头当剑鞘也有。来，我们看看，通过猫眼来看一下。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那个 Jimmy， OK， Jimmy 他现在不在，看来 Jimmy 现在很有事。目前我都还没有看到 Jimmy， 所以是还好啦。这边我们来过啊，嗯，还是我这边可以打开笔记用钥匙。哦，这边就储藏室，然后进来暗摸摸的是啥小啦。你是说刚刚有居民那个是儿童鞋店吗？就是这里面有小孩，不是？这里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栋旅馆藏有很多黑暗的过去，其中最大的主因就是因为居民。然后居民他曾经就是有对那一些，就是有遇到那些受害者，让他们在这边永远的停留下来。嗯，讲好一点也叫这样，讲实在就是他把他们杀掉了。对，那我们现在要来搜索他的过去，然后把居民他。曾经做过的事情讲出去，对，我们要来搜索，然后最后让他共住一室。Jimmy 是鬼吗？他是人，他是有一个分离式人格障碍的人，而且这个 Jimmy 哦，他是会追我们的哦，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很可怕哦。你说不会追就算了，但他会追。他现在其实应该是在其他楼层在那个游荡。在想说我们在哪里，还要慢慢的找我们。好，这边目前110这边也没有什么东西耶齁。哇哇哇哇，等一下，这有点考验记忆力。有106我去过了。好，我要怎么出去？我被鬼打墙了。那主角不是君，不是就君米的人，不是不是不是，主角他叫做玛雅，他叫做玛雅。然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他被朋友冲康，就是他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玛雅他是就是有点类似被他朋友冲康，大家都离开了，只剩他一个，然后他就这样一个人走到这里。那当然他朋友也有帮他付款啊，非常好心的帮他先把那个费用付完了。哎呦，我要去哪里啦？整个乱成一团了，我怎么越跑越里面啊？他怎么搞得跟那个一样欸？又有指南针哈，123有指南针，这有小瓶镇定剂。嗯，那结果他
他们到了这一个叫做海景旅馆，他是有黑暗过去，其中一个就是 Jimmy 他的另外一个人格，我目前先暂时这样认为，那是他的另外一个人格，就是怂恿他要去对他们施暴。他的朋友已经被攻击了，那目前 Maya 是成功逃掉的那一个。 Whisky 烈酒，这和蔼可亲的人吗？不是，其实一开始看到 Jimmy 只会觉得他很怪，我不认为他是好人，就是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只觉得哇他好奇怪哦，他怎么长这样那一种。好，我现在进门，等一下，好，进不去，我要往这边走，这边有房门啊，储藏室，哎呦，又是暗的储藏室。好，目前都没有看到 Jimmy 嘛，对不对？好，代表我们 safe 了，我们 safe 了，好，我可以去地下室了。好，我们到了地下室。哎、欸，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我能听到有女孩的哭、欸，哎，有关女孩的哭声，有哎、欸。对，这边是有女孩子吗？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妹妹？这边没有东西啊。Anybody？ 当完了。没有啊，骗我。Is someone there？ 嗯，他刚刚不是有声音？奇怪。那、嗯、我们先上去啊，我去厨房那边看可不可以那个利用厨房那边用占卜镜。我暂时不敢去其他。我靠哟！你们刚刚有看到吗？是我眼花吗？刚刚进入了地下室的女孩，所以代表刚刚是真的有哎、欸，刚刚真的有一个女孩站在那边哎、欸，好可怕、喔，我好害怕，有鬼哎、欸，这地方是真的有鬼呢哦、喔，那妈呀，胆子也太大了吧，能找一道上来就很不错，啊，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跟他讲话吗？没有，没有显示。好，来。Is someone there？ 有人吗？ Hello？ 哦，有。有。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I'm Amy Bell. I'm 10. 他十岁而已耶，他十岁就挂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询问他我们看到的东西，选中该物品时会见到他们的答复。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对，他是谁 ？It was me， 不是吧？真的是哎、欸。Jimmy 的男人把我锁在地下室，然后开始偷我东西。好，这是 Jimmy， 所以这个是 Jimmy。好，那酒呢？Why was there a collection of whiskey bottles in one of the rooms? 为什么里面会有放 whiskey 呢？ I don't know. But children shouldn't drink alcohol. 小孩不该喝酒，合理，他不知道酒哪来的。好，那这一个呢？ Why is there a blood-stained cloth in one of the drawers? 很血的棉布。It could be mine. 哦，那可能是他的东西。所以他是怎么死的？好，诶，进行。添加已进行匹配嘛？哈，一把钥匙用于打开房间22。我可以问他这一个吗？不行。啊，那镇定剂、暴力图、厨师帽，我们现在能问的应该是除了钥匙以外的东西吧？对，没错，我们现在能问的是除了钥匙以外的东西。这边可以选择说我们要询问他什么。好，那镇定剂我来问一下。啊、哦，他不清楚那个镇定剂是什么，那这个图呢？该不会是艾米画的吧 ？You are the bad bad girl。哦，不是啊、哦，是那男的曾经画过。那男的是指 Jimmy 吗？那厨师帽呢？啊、哦，他不知道。奖杯呢？ Who won them？声音十分模糊，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Where did the wooden paddle come from？ 十九世纪末世纪出的东西了吧？哪一个？无线电静态？啥？是怎样 ？Who did the child's purse belong to？ It was mine. 哦哦，有反应。哦，这是他的生日礼物，然后被偷走了。好，然后其他的两个，这两个都没有获得任何的回答。那我有办法就是组合吗？声音十分模糊。好，嗯，我觉得他应该是 Jimmy 把他锁在地下室，然后跟后面有关吧，这一个吧。When you said Jimmy stole things from you。是不是只说那个钱包被偷走？对，没错。他不听。哦，怎么了？怎么了？泰迪熊，好像有人拿走那个泰迪，是不是 ？G， 我们要到大厅。Who's there？接机厅传来声音，接机厅是那个吗？娱乐厅那里吗？这里是不是？啊，走错了，对不起。接机厅在哪里？刚洗家。哦，吓我一跳！杰米偷走了艾米的东西。Holy shit！、啊、你偷就偷，哇！虽然不是说不行，对吧？虽然偷东西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你这样子会吓人啊！一个取消匹配，那个叫关闭游戏好吗？你不要骗我，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我告诉你 ，Amy， 十岁的女孩。好，接下来我们要去112。然后这个 Jimmy 到底是怎样啊？你不要跟我说 Jimmy 就在112哦，要去112哦。其实我不是很想去，那边还有一些画哎，这是 Jimmy 画的吗？他其实画的还不错哎，然后画一些还蛮猎奇的东西，双面人啊，双面人啊，双面人啊，他画的东西都是双面的哎。这暗示说他有双重人格吗？这个暗示会不会有点太……我真的觉得这个旅馆设计有问题耶！离他远一点，他在哪里？一二在这。什么声音？刚好像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啊。那，哎，我来探一下。有刀？不是，我刚才以为我在玩《恶灵古堡》啊。《恶灵古堡》有刀啊，我还可以只用脚踹他。啊 ，Amy 还在哭哭。我们现在探索的是 Amy 的故事，合理。对，因为我们目前遇到哦，这什么？这是水，然后浇在泰迪身上吗？啊，会不会跟刚刚那个有关？又要去狙了？会不会跟刚刚那个有关啊？我们刚刚好像有拿到什么，对不对？打火机跟那个松杰有了，对了对了，不是他了。不分和平路线屠杀路线，觉得游戏没刀吗？我不知道啊。Jimmy 会破门而入，他如果破门的话，就是他如果去用那个门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的。我所谓可以知道是说，就是怎么讲呢？他只要去用那个门，就会一直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对。
所以其实我倒不担心他那个破门这件事情。他如果要破门的话，我可以躲进来。哎，这边好像来过了，对不对？我又迷路了啦，北七哦。我真的觉得这个饭店设计的是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设计成这样子，然后要让我们在这边一直不断的绕圈圈。估计传来 Jimmy 急促的脚步声。我们先躲起来，我们先躲起来。还是有脚步声的。啊，我有点错啊。虽然一般来说不应该开那个。哦Holy, holy fuck, man! Oh, 你出门不是出门，你出现都不用喊声的、哦、啊！出去啦，跟他拼了啦！要有种跟我单挑啊！我们要去哪？Shit! Shit! 我看到 Jimmy 了。Jimmy 看到我了，我觉得我一出去会被他打。你们觉得呢？好啦，过去给他打啦，来啦。哦。哦。我的。我靠！他刚刚就在我们后面呢。哦，等一下，我鸡皮疙瘩全部冒起来了。哇，好可怕哦，这家伙。Hello。Yeah, Amy. Is it Amy?好的 ，Amy。I saw you shouting to Jimmy to give you a toy back. Why did he take it? 他为什么要玩走你的玩，拿走你的玩具呢 然后他就毁掉了。好，然后接下来我想要问他这个松节油。I found a bottle of turpentine and a lighter. What were they for?Jimmy 给他看、啊、等一下、哦、我先用这一个，然后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啊 ？What you said about Jimmy stealing your toy, does tha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what you said about the turpentine and lighter? 他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啊？哦，他把他淋上去。淋在他的泰迪上面，这个会被豆豆先生讨厌哦。又他到一楼。Hello。然后他就走了。我又要到一楼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些没有妖魔鬼怪追我们的地方好好的探索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种有杀人狂的旅馆一边找戏一边探索？等一下，我觉得我要先去看一下镜子。我需要占卜镜的帮助，再给我们更具体的提示吧，镜子。啊，这个天赋也不错哎，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突然找不到答案，109哦，我们距离目标有点近哦，我们要去109号房。好，现在问题就是 Jimmy 在外面，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该出去吗 ？Should I go out？ 我跨模啊！等一下，我现在有点 sick。哦，有，他在，他走了。等一下，我要往另外一边。他现在走，现在是往我们出门后左转。我们等一下要往右转，好。没问题。